欢迎咱所在乡亲的朋友继续捧场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，赶快是阿爸老师甲宝妹伫遮为你来服务主持。住宅方面的问题，这部方面的工课，咱无清楚、无了解，来6338601，6338601，这是咱可以转线电话哦。我们来先接听电话。喂，你好。你好，司仪琳。你好，宝妹你好，老师你好。宝妹这样子有回音吗？有回音吗？没有。哦，好，宝妹，那个相片你有收到了吗？有，老师现在看得到了。哦，谢谢你。嘿，因为伊即摆开钱，伊讲伊看会到啊，没有。哦、对。老师，伊迄吼边仔就是有迄滴咖，你有看到无？啊，迄拢遮阴吼，啊，我步数拢真短啊吼，啊，即张相片是会再翕的，啊嘛是搁安尼呢，我实想无步啊。嗯、老师，你还有什么绝招吗？嗯，啊，告诉你，皮包紧嘞，尽量给垫出来。老师，你今年过年之前还会再来一趟，会来这边吗？过年之前应该吧，应该会吧。伊、过年之前一定会回来啦，伊若未回来，我嘛该催回来。嘿，对啊，要过来吼，来给那个韭菜花看一看吼，然后来洋洋的这样子，好好。老师，你塞工哦，杨洋。对、啊嗯，好像有必要啦。好，再见。OK， 好，谢谢。来，司仪琳的问题，来，老师。这个有当时啊，吼，确实啦，你讲要，有吼，确实是有一点点啊，这个困难吼。咱讲真的啦，吼，有当时啊，这种噪音的这个问题啊，是安怎吼？无法度啦，吼，你讲。基本上来讲吼，基本上咱拄到一个即困难吼，就是环境你那是拄到这种啊无日头哦，啊，即拢免人啦吼，即所有诶即个作物呢，啊，咱所面临到诶即困难，拢是共款吼，就是讲无论以前咱低种耐阴咧吼，就是讲伊迄本来就是种耐阴诶一个即个作物吼，啊，所以你就会当讲诶比较紧，啊，若无呢？啊，即、这个很难吼，很难讲有啥物较好诶一个即、这个方式啦吼，去甲伊有法度去甲伊诱导转来安尼吼，所以通常伊都会有一点点啊，算噪音会较严重吼。我相信这拢是会较会有的吼。啊，但是就是讲，噪音严重诶时阵吼，尽量就是讲爱有一点点啊，即个许吼。反正简单来讲，然后就是尽量提高钾肥哈，啊，利用钾去逼它啊。这个时阵，甚至某些时候哈，会当去加用就说啊磷酸一钾哦，用这高磷钾，但是迄种有限哦，迄种物件拢真有限啊。无日头的，伊的光合作用效率的变慢啊，光合作用效率变慢呢，这些物件都拢创袂好势哦，这大概是无啥物意外啦哈，就是不会有任何的意外哈，这。咱会当知影，这确实是有这种的一个困难度伫遐吼啊，所以那是讲咱好朋友呢，那是有这个困扰，我相信啊，这下播啊，其实也无啥物较好的播无进吼，我着拢免人啊吼，包括咱咧啥物咧做甜啦吼，拢讲加哦，安尼真强安尼吼，啊介牛安尼介成许啊无进拢卖讲吼，你拢卖去甲问讲免啦，啊播啊这几工乌因要安怎，拢卖要做甜无啊多吼，啊唯一就是讲。还有一点就是給他一点点啊，这个恩酒吼，啊，这個、提高伊的一个是不是算叶绿素的这個前驱物质靠搞啊，是安怎啊？是不是安尼较好一点点啊？然后唔知吼，这个不阿嘛唔知，但是就是讲确实是安尼咧用呢，都有一点啊，这个效果啦吼，但是。我相信啦吼，这种的这个效果呢，应该嘛是拢有一定的吼，有一定的这个一定的这个限制的咧，就是讲无通无通效果上是，和你讲100%安尼啦吼，这我相信最主要是安尼吼，所以阳光吼对咱所有栽培这个作物来讲是相当的这个要紧吼，这个真的是这有时啊无法度，这特当吼。伫阿妈咧播产的时阵，因为伊有一地拄好夹伫两间厝的即个中嘛吼，两间厝啊，伊的横拄好夹伫中有一角吼，啊，特当迄间呢，伊拢即个大了真慢啊，啥物啊，伊拢特别去用药素啥物吼，哇，安尼去甲用去甲下吼，啊，其实我拢大概。看过，迄有当时也是一个，咱咧台语咧讲下心酸的吼，无下佫感觉怪怪，啊下落够好无好啦吼，讲真诶，
你无效就是无效吼，所以有时啊，确实伊只遐有一只特别歹安尼啦吼，所以即、可能那是会使，我是感觉讲磷酸你食小解低咧吼，就除了这个以外呢，无啥，算讲第一只遐，反正你得伊得光合作用效率较歹，啊你。伊就较高土长，啊，你去卖回土长吼，可能会当安尼吼，啊，会当去用的，就差不多是这款的这情形啊啦吼，好，来63386011，继续吼，咱来看1990的问题，1990呢，要问你有关最近这阵啊。天气变冷了，以前的这木工呢，可能呢会有点点担心。伊讲吼，连续啊这乌云落雨，包括吼低温的寒流，是不是对木工吼，阁是有一个影响？啊，如果那是要怎么样才能够减少吼它的伤害啊？呢，是，这是咱伫中部这只家吼。因都有做这款的这处理啦吼，因为像当时吼，还是讲像风源吼，这部位啊，啊，伊讲咱请这个张大哥，台中的张大哥来的时阵吼，最主要呢，因就是讲伊咧种碰柑也较早较无问题，但是因那边的木果会较红吼，但是因会拄到这个冷吼，因为你伤早办无效啦吼，所以因会较晚年一只遐，但是有当时这时阵啊，拄到冷的时阵要安怎吼？所以多数呢，因有去家试验过，就是讲你家用这个。要用精炼过的这个矿物油吼，99%以上的这种吼，你95%的用一，但是95%你袂使用加500倍，你可能爱用750倍。啊，有诶讲，安尼伊个较俗，啊，搁用较薄，安尼效果较好，歹势效果较歹吼。所以呢，这有时啊，就是伊个迄个渗透性加伊个保护作用的这个差别啦吼。所以讲，咱会当用这个500倍哦，500倍一个矿物油的这个乳剂哦，99%以上的这个胃油啊，这个有呢胃黄化脂呢是这款的，啊你该喷，啊这会当减轻就是伊这低温的一个寒害吼，这有当时啊，确实是有这种的这个可能性啦吼，因为这伊较慢菜嘛吼，所以呢，啊搁咱伫德山这边这会搁较慢吼，伊搁较慢一点点嘛吼，所以呢，我相信你也是会当这个小改做者这处理吼，起来呢较好，啊，但是因为冷吼，有当时啊伊迄个甜度，其实颜色它会比较漂亮吼，伊迄个会较唔是甘啊色的，并讲像咱。伫南部这边吼，森林这只咧种的这个木工的拢甘啊色，啊，那是啊，德山遐就开始会变较红个，啊，那是到这个大兰这边遮就变较深，搁较红个色，啊，但是因会较细粒，啊，然后这个算较无遐大粒安尼，然后迄个粒头大较袂起来，啊，较红个安尼，哦，这差别是伫这个伫这个所在吼，啊，因为这个当然是含温度有足大一个这个关系啦吼，啊，所以你可能就是讲伫这方面呢，爱当小来甲伊这个小做一下处理吼，因为咱伫中部这只只算这个甜度是较应该呐冷吼是无差吼，甜度是无影响，但是就是讲迄个外观吼，过来就是讲迄个表面有可能呢会去予伊一个这个伤害到，所以尽量那些晒嘛是爱个，咱会该做一下这处理啦吼，所以尽量来讲吼，就较别去拄到这个即种去落果还是虾米款的这情形吼，所以小甲喷一下，啊，迄免喷管吼。免喷剂吼，啊有一定的这效果，你家试看买者吼，这个效果上呢是还不错吼，就是讲咱有去用过啊，这感觉起来吼，这个都还可以的吼，所以这无啥要紧吼，无啥要紧吼，唔过就是讲，这个正经那是搁较冷吼，就都有要紧啦吼，迄种可能咱喷这个矿物油这嘛无。嘛无真好诶，这效果安尼啦吼，所以这部分咱好朋友爱少注意者哈。好，来先接听电话。喂，你好。喂。嘿，你好。嘿，你好。你好。嘿，宝哥，你好。嘿，你好。我要问你吼，迄个矿物油。迄个电动诶桶啊，迄个要用偌侪量？还有一个苦练油，那要做什么？好，你是红莲凤眼吗？对。好，好 ，OK， 好。还有一个浓重的，会使染玉米素加矿物油啊
安尼落去转吧。OK， 好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来，好，来，这个正常哈，咱咧转这个啊。那是单独啦吼，就是讲单独转这种啊，这个精炼吼，正经炼过这个矿物油的时阵吼，咱会当用到500倍嘛吼，感觉对这500用到300拢还阁无问题，然后但只不过咱是推荐是500倍，啊，但是因为咱要阁染这个可能啊油吼，所以这油也较侪，所以咱通常啊，你也是单独用500倍无问题吼，所以一个这个。啊，咱啊动力的迄种吼，动力的迄二五粒啦吼，二五粒你诶500倍就是用会当用到50瓦安尼吼，单独装。啊，你也是讲要两项个加做伙卖使吼，比如讲我即、這个啊，我有即个苦楝油吼，即、這個、苦楝啊油啊，有苦楝啊油要创啥吼？即、這個、苦楝油伊最主要是一寡啊糖吼啊，伊较无爱挖来吼，伊内底伊本身就有即毒杀作用，咱这个啊，矿物油吼，伊是油本身吼，只要那是油，伊本身就是一个啊物理作用，就是讲解封起来啊，让伊啊袂喘气啊，伊迄个糖吼，糖啦、卵啦吼，较袂出啦，啊糖较会死吼，这大概是有一种的节制作用嘛吼，啊这是第一个咱会去拄到这个情形吼，啊第二个就是讲。你也是讲这个可能啊油这吼，因为迄内底有一挂这印炼素啦吼，应该伊嘛唔是咱的可能啊啦吼，一般拢讲可能啊油，但是迄应该是这个印炼吼，啊，伊迄种的靠迄个成分，啊，迄个成分伊本身就会当淘汰糖哦，所以咱咧用的这個目的呢，其实是用伊来啊，伊就会当直接这个物件就会当杀虫，然后所以这个原因是伫遮吼，所以。啊，你会当小做一个这个注意啊，但是这两项拢油，咱咧染做伙时阵吼，啊，应该拢是，我拢是建议讲啊，比如讲你拢800安尼来用吼，啊，这效果就足好啊，800吼，要安怎算啦吼？比如讲咱一个动力桶啊吼，动力的是这个25瓦嘛吼，啊，25瓦呢？啊，25粒啦吼，25粒呢，伊一粒是这个1000瓦吼，所以你搁加啊用，反正你就是用。那二五，你袂，你得用25去甲抵吼，啊去甲抵这个800吼，啊甲抵起来是0.03啊，所以得大概就是伫30cc 安尼啦吼，啊这是一种的一个算法，你要用计算机去甲算吼，这大概是安尼。啊，你也是这个动力的，有一种是电动的，电动迄20粒的吼，20粒呢，你甲抵这个800，同款是800倍，你就甲抵800，安尼就是0.025吼，0.025。这是公斤，你甲乘1000，变做25吼，安尼出来，你就会当安尼算啊。其实啊，你会当安尼去记啦吼，就是讲，这个先用1000倍去甲算吼。比如讲，一个你若是要用1000倍，哦，比如讲咱矿物油要用1000倍，可能啊油咱嘛是用1000倍吼。啊，这两项咱拢用1000倍，啊用1000倍时阵，就是一个动力桶啊，1000倍是偌济？1000倍就是25cc。啊，那20粒的，就是20cc。啊，那是200粒的，就是200cc。安尼就是1000倍，哦，啊1000倍。啊，那是500倍嘞，500倍就是比1000个较重嘛，哦，啊，拄啊好差一半，哦，所以呢，啊，那25粒的，就是咱拄只讲1000是25，啊，你那两后25，50就是500倍安尼，哦，所以这大概是。用这种啊算法呢来改这个计算哦，啊所以这两行你也当个难做伙，但是上好就是讲你差不多拢30瓦一个动力桶啊，哦你差不多30瓦，啊你那是这个啊、这个电动的，哦电动也搁较细卡嘛吼，也25粒呢，25粒你差不多伫这个啊25安尼吼，20粒嘿吼，你就25安尼差不多拢800倍啦吼，就是讲你甲算起来呢，啊差不多伫这个800倍左右，啊这800倍咧用的时阵，两行难做伙800倍，这个效果就真好啊吼，啊卖较重啦吼，就是讲你也要较重，你会当慢慢啊加一数啦，加一数，啊卖一盖甲加伤重，哦当然冷这个时阵是无啥差。啊，那是讲较烧热的时阵，咱咧用这种油呢，拢爱细致吼。啊，这也当小参考看卖，这两种做伙咧用有一个好处了吼、哦，就是讲，伊对迄个糖吼、哦，啊，这真正是有一定的一个效果滴咧吼，尤其这红地毒啦吼、哦。啊，但是就讲，咱拢甲好朋友讲，你卖用真重，咱就是有一个浓度安尼就好啊。比如讲800-1000薄薄啊，因为种油伊的扩散性真好。所以你转好有嚼的时阵足重要的吼，伊迄较散会开嘛，足伊足散会开，所以伊就一层足薄的一个即油膜啊，啊伊
去爱去甲扒掉，扒掉伊个身躯个效果较会好吼、哦。所以即种物件咧用吼，有个人会感觉讲咧用效果真好，啊，有个人足奇怪，人咧伊会讲啊，我咧用就无啥介好。啊，即、這个原因差伫对一只呢，即个原因就是差伫伊个一个即、這个均匀度、附着性有好无好安尼吼。比如讲你若转了脚。抓了嚼，伊附着性足好诶吼，抓真嚼，伊效果拢袂歹哦。因为这有抓到有效，有无抓到无效啦。哦啊，但是咱啊南即个国即、這个苦楝油类吼，即、這个应验素，伊即有一种物件，迄糖啦去甲加加的油安尼死啊吼、哦。所以这是有即款诶即个啊，即差别是差伫即个所在吼。这物件你也是要南玉米素啦，南做甜的做微抓不要紧吼、哦。比如讲你哇，咱拄只讲诶即个800倍800倍吼。哦啊，然后你这个玉米素1000倍吼、哦，所以做伙用迄不要紧吼、哦。啊，搁一个许瑞气吼，搁、哦、一个这个做甜吼、哦，这个17号啊吼，咱咧做甜，啊这嘛不要紧。啊，做甜你比如讲你用500还是800，安尼不要紧，因为这无同款的物件，你甲拉拉做伙吼、哦。啊，对，当落去甲喷。啊，我是讲啊，尽量就是讲卖这啦吼，我感觉拢是安尼，就讲会当家己安尼只喷的嚼。哦，比如讲像咱咧做甜，即一点点啊，其实效果就真好啊。问题是，你喷较侪，敢有效？无效。为虾米无效？因为食袂落。哦，即不如呢，即少啊，伊拢食落，啊，即效果会搁较好。哦，啊，即使用上呢，你稍注意者。啊，对着即个倍数袂晓算啊，是安怎吼？咱有一个即个稀释倍数的一个对照表啦。吼，咱有印一关系啊，所以你也是啊、有迄个吼含电台联络的时阵啊，你讲无你一个迄个对照表互我。你甲看卖者啊，咱迄你啊看伊内底都几粒啊，几倍，就是偌济即个量安尼啊，咱咧扎得足好扎的呀，吼啊，即小知影者，因为一般咱是拢用倍数去讲啦，吼啊，就是会当呢啊，大概去了解着啊，去做者即个变化去做调整啊，即拢爱去啊，有个人讲吼，即安尼足复杂的买啦吼，反正你汤啊偌大，你就甲滴几倍，你就会记即一点安尼就好，安尼就足简单，你就有法度去处理。吼、哦、啊，比如讲200粒，还是你的汤啊是300粒，哦，甚至几百粒拢不要紧吼、哦，你就甲滴1000倍就滴1000，800倍就是滴800安尼吼，啊用计算机算吼，咱就有法度去算出来啊，大概我爱用偌济即个量安尼吼，即、哦、互你小了解啊，若无不清楚，啊咱毛去就做好，你免阁多起计算机对吧？啊有迄个表，啊你当个参考看卖者安尼吼，嗯。你好，我要问问题吼、哦，我11月份呢有打电话去，讲满区来改号饲种山啊，迄个李先生。啊，我要问阿宝啊，老师吼、哦，我就是想要甲讲，阮迄满区啦吼，是一定会下水的，因为阮较早饲满吼，是上伊个小块有一个粗度啊，吼、哦、啊，阮迄个网啊。接伫个上下底啊，还阁有法度拿排水出来。就是阮要抓鳗，唔免用到一个莫打，就是水捞，阮伫迄个坑绑一个网尾，啊水捞到了，啊鳗对迄、那个对落来迄个网尾，啊抓到了，安尼拢唔免用到莫打，啊下水啊。哦，好，好。安尼你有咧听哦？有。就是阁有问题啦吼，即摆。就是我三分地，三区有三分地，啊种了拢未歹啦，啊有诶，旧年有加生，啊今年要种就生，加生我无生，哦，迄落一半了我都无生，要甲问讲，即卖过来，若出春了要开花啊，啊爱做防治啥物货，啊用啥物药啊，啊用量爱用偌济，要请教阿宝啊老师啦。好，玉米素恁常常咧讲诶，我毋知影讲恁是迄玉米素是要安怎用，啊要是咧做啥用诶？这是迄个肥料吗？好 ，OK， 我要来知影这個，我即卖开花前甲开花后要安怎做防治，要用啥物药啊？嗯，我有咧想要讲，甲恁诶门，谈恁诶门是铺马，啊则用起来。OK， 啊，我叫我来听平板。OK， 好，哦，好，谢谢，好，喂，好，来，老师来。哦，呵呵，这个设备袂歹，啊，
摩库拉当然，咱刚有啊，即嘛即讲到摩库拉，我都印象，因为种咱种水果吼，都所目前所知影一个即个水果内底吼，啊，找无一种是会当会堪要互你堵水的吼。即树啊，愈大丛，拢愈惊堵水吼。因多数是伫咱咧种的即个呢，很难呐吼。就是讲你若是堵水呢，拢真歹剃头吼，即像山啊吼。山啊，要算较好一点点啊，但是啊，你若互伊堵落，伊嘛是站袂掉。所以像伫即个菲律宾吼，啊，因有诶所在咧种山啊，伊会去迄个所在落雨会堵水啊，所以因往足巧，因往家做一个岛安尼吼，怎啊一个许啊家经一个那岛吼，迄种情形啊，用伊个树顶吼，啊去家围起来，啊，互伊较悬咧。啊，反正伊伫迄只遐有一个所在，有一部分卖堵伫水底，安尼伊就啊，就有法度即个脱过吼。所以这是主要是啊，我先甲你提醒啦吼，就是讲有当时啊，啊，咱即个许呢真要紧的一个重点吼，啊，即个会当互你小知影吼，即那是会当先来防治好势。咱就是讲一开始要种。啊，都好吼，所以是不是咱都有法度呢？啊，去把这个问题给控制掉咧，卖讲后盖啊，甲讲哇，要下水个顶来吼，安尼是不是就继续忝？是不是安尼吼？啊，这原因是伫遮啦吼，所以这互你小了解着吼。当然也是有法度下水也是上好吼。咱咧讲的这个玉米树是一种这个天然的一个植物的一种发酵液啦吼。啊，简单来讲就是讲，伊是一个这个把玉米胚啊去发酵，啊发酵了伫这个低温吼，这个其实这制程足重要吼，这个低温冷萃出啦吼。啊，这个低温冷萃取的这个部分出来做出来了的时阵吼，啊，伊效果袂歹吼，啊，因为内底有这个啊有一种这个细胞分裂素的一个分支吼，一般来讲咱叫做玉米素吼，因为蛮特别的吼。啊，伊这有一个，这个对化学分化有一定的帮助，所以这物件要安怎用哦？玉米树这物件伫山啊内底，咱主要是这个花茎吼，特别开花啊吼，咧啊咧特别结花苞迄个时阵，咱会去甲伊啊去喷一下安尼啦吼，就是讲去甲喷啊喷一下这个效果吼，啊伊会当开花咧开了较正常，啊也当吼伊个花吼靠这个，最主要是花粉的活力啦吼，就是讲。因为花粉的这活动呢，啊，比较靠高安尼啦吼，这大概是啊，这款的一个目的吼，就讲咱让伊花粉有高，啊，伊这个活力较好，啊，伊就较容易来解这授粉吼，来用的这目的的些所在。当然，有当时啊，就是讲这个较热啦，是安怎较寒啦吼，伫一寡恶劣环境的时阵，咱买提这物件来解这使用吼，啊，互咱有一点点啊，一个好处伫咧吼，所以这。基本上吼，基本上是这个目的啦吼，所以咧用的时阵是用伫遮。啊，伊一种的这个肥料，就是讲咱伫这个定期内底吼，当然就是叫做发酵易肥嘛吼。啊，这个伫咱政府的这项目内底吼，但是伊唔是啊，伊唔是讲干那安尼。好，就是讲无遐尼啊简单啦，吼，即真侪要够做者即款啊，很不错的一个药吼啊，所以呢，咱伫即个应用当中有真大的一个啊，算用了袂歹吼，做者人是拢安尼来一个即使用安尼吼啊，所以即吼咱听众朋友参考吼，就是讲大概安尼咧应用的即目的吼啊。伊是一种的一个算含有特殊的一个生物活性的这个物质哦，所以伫国外啊，这类的呢，伊都无解算伫肥料内底，因叫呢啊生物刺激剂啦吼，即大概有一种的这讲法吼，即不要紧啦吼，即了解就好，安尼讲个无清楚呢，咱较个啊啊，再含进一步啊来解即个做联络安尼吼。啊，这个山啊吼，山啊特别开花这段时间，当然上界重要。即阵吼，这花茎这个碳酸吼，即阵那是有落雨啦吼，那是无落雨大风雨，可能你爱注意白粉吼，因为伊迄个花苞起来的时阵，伫花只遐吼，伊就容易去解寄生。即种的咧，茫山啊白粉病吼。都拢伫加山啊，有尔其他的一个作物内底吼，一个无看这种白粉有一点啊无啥共款吼。啊，这最主要的是讲伫伊只只这经验中，伊伫花大山啊，我那卡那些花白门这种吼，啊这啊你爱小注意者，所以这白粉病吼，啊这你嘛是照一般的白粉的这个药啊，然后扑克力。
布瑞莫、伊瑞莫、芬瑞莫吼，反正你会记一个，是讲像四克力这个啊，这个这类的一个这个药啊吼，你拢要点，你会知影讲伊爱这个白粉油啊吼，啊，这大概是这个爱少注意一个这个啊，这个重点吼，这个重点吼啊，这个爱少了解一下吼，这个有当时啊是这款的这个情形啦吼，啊，这个有当好朋友呢少知影一下吼。啊，个节就是讲啊、有一点点啊，爱伊诶许所在啦吼，就是讲啊、除了这个白粉以外，就是讲碳酸，若是有落雨较烧热吼，就通常就伊会只要烧热，还是讲有一点点啊水气，哦，有一点点啊水气吼，啊，伊就足容易产生这种的一个这个啊，很容易吼，这足容易吼。啊，足容易有一点点啊，一个这个许呢啊。稍来解看，就讲、是、有当时啊，这部分的火啦吼，有一点啊在问题造出来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会造出来吼？啊，这是伊就是会较容易着这种碳酸吼，所以这两项吼，通常有当时啊，有时候也是蛮严重的吼，尤其像这个碳酸吼，在咱台湾，你也去看迄个山啊的药啊吼，哦，足济吼，啊，这个你看袂了吼，这大概所有的这个。较贵的药啊吼，拢去登记伫山药碳酸啊。为什么也去登记伫山药碳酸吼？为什么要去登记？就是因为呢，即、這个大家困扰嘛吼，所以即就容易去钓到。所以咱啊，一定爱固定时间为花前开始即个药吼，即、這個、你为开花到花后吼，反正山药要有通慢吼，碳酸一定爱顾会到。尤其是咱咧种的即个品种吼，啊，即、這个一定就是对即、這个。碳酸爱顾好势吼，即碳酸百克明吼、亚脱明、克热净、氟基胺吼、啊三氟明、赛普富泰宁、克索辛吼，即拢足贵个药啊吼，啊即个代克利吼、即辅爵、快德宁即上粗俗吼，啊大概有一寡只药啊，你爱少知影者，所以即药有足侪种啊，咱就是讲爱轮替，有当即个啊，即卖来换一组，过来换一组安尼吼，即可能是一个啊，你会当去。去做一下处理的一下所在啦，吼，这大概是啊，这款情形啊，这你和你做小做参考，主要是这两项吼，这两项一个病害你家控制好势。啊，热人吼，那是搁较慢一点啊，就乌斑啦，吼，这啊，这个乌斑病嘛，真严重吼，所以啊，爱去做一下，这是有过啊，以后因为迄阵温度较悬啊，迄阵就较容易呢开始吼，啊，有这个黑斑病的这问题伫咧，所以这有当时啊。啊，是去去做一下这个处理安尼哦，这尤其一寡万山啊吼，这乌斑嘛拢足食力吼，这大概是安尼。啊，另外一个就是讲，伫这段这个花情这些家啦吼、哦，就是讲啊，咱可能爱注意吼、哦，就是讲卖，当然是这个像金菇无遮早来吼、哦，但是刺猬有时啊，那好天的时阵吼，刺猬会较严重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咱多数就是讲有看花这些家吼。哦咱拢会少啊，少咧开花期的时阵，拢会少来家即注意者吼，是不是有看到即个刺猬吼？啊，伊会去避啦，避离附近伊只遐吼，啊去食去影响到即、這个啊山啊的即授粉吼。所以花前咱通常会见两届吼，啊，即、這个克凡派啦、丁基加保护啦、固丹吼，即刺猬药啊吼。所以花前你就是即个白粉碳酸刺猬吼，即个部分吼，啊，你当阿玉米素做伙用吼，可以开花啊，开花。出来了，咱就卖啊，像这个爱注意，就是讲呐，拄到寒流，你开花时阵呐，拄到伤过头冷啊，这一般来讲吼，拢会先做准备啦吼，因为山啊是靠这个绿荫吼、金神啦吼，靠金神来授粉的，所以伫这个开花这段时间呢，开花期间拢会去加。啊，去甲生啦吼，生这个金神来，所以通常咱会去用这个鱼粉啊，甲豆粉吼，啊，这鱼粉、豆粉炒做伙吼，啊，这比例量肌肉啊，然后这个啊，就是一般来讲，豆粉较俗，豆粉70%，鱼粉30%，啊，甲悄悄的，啊，即摆用一个烤架啊，遐甲下一束啦，甲下一束，安尼较袂臭吼。啊，无就下迄个用塑胶落啊，吼去堆草鱼啊，啊，吼伊去炒。啊，即马改冻坑着，伊个鱼啊，即个鱼啊，腹内开始会炒吼，啊，会炒伊着即个会生金神来生卵，啊，生卵着较济。啊，然后啊，迄边啊，佮有山药花，安尼拄啊好，伊着伫个山药花在遐啊，即烧来烧去，啊，对当增加即个授粉吼。啊，若是正经伫开花段期间拄着即个，因为咱可能若是较南部一点，还是吼啊，开花期间拄着即个落雨低温，
啊，用一寡即个四 CPA 哈，即四 CPA 的卡玛动哈，即咱一般来讲呢，啊，市面上买迄差不多用5000倍，薄薄啊，甲绑者绑者绑者安尼，会当提高伊的即个啊，即种许吼，啊，当然会去拄到即种歹天，多数都是冷，啊，迄阵你会当啊，咧绑即个四 CPA 的时阵，你会当用即种。用这个玉米素，个因为当抗寒吼，这些回温的这活力也较好，还是讲冷啊，无用玉米素，会当个用这个青海绿藻素吼，这种的这情形呢啊，这样呢来用啊，这效果就足好诶吼，所以这大概是啊，这款情形咧提供我你做参考啦吼，这大概甲你做一个简单的这说明吼，反正就是讲你爱去注意的这个重点，啊，你药啊记袂起来对无？安尼念过，你大概知影讲有这种问题啊，你。看是找一个许吼农药店啊，有法多甲你处理这种药啊，那无呢，就变作讲吼啊，算你爱去找这个。那我个人是拢会建议讲吼，拄开始一寡钱红读，除非伊对这个山也唔捌吼，即有诶真正对山也唔捌，并讲伊区内底家己咧种山啊，安尼你要捡药啊，有时啊会小可较麻烦小可吼。啊，多数附近那我那有人种。啊，应该就无啥物款的这问题，只是讲迄个重点你爱注意着安尼吼，知影讲要转啥物款，有当时啊啊，农药店一时间无去帮，啊，你也是讲迄个古药拢足侪人咧种山啊，啊，根本迄农药店伊就足厉害吼，伊就所以是安怎有个人啊，捡山啊药啊走去甲玉井吼，因伊在遐个农药店内拢用靠倒去啊，对不？所以因多数拢会知影讲要安怎用，但是伊那是啊，你家己配药的时阵，你一定爱甲记起来。要记起来，啊，这边转什么物件记起来，后一边什么卖重复啦吼，啊，咱尽量会当参考，就是讲像改良场吼，有人讲迄药也无效，其实无迄个药也无效诶，效果较无遐好有影吼，但是有时啊你轮者吼，比如讲像阮咧转这个。啊，转一寡这种糖的时阵吼，当时啊，姑姑啊，轮一支这个啊，这种老药头，哦，这效果嘛袂歹安尼啦吼，所以这大概是咱啊，有当时啊，伫这个管理的这个过程内底吼，咱会去做的这个工课安尼啦吼，啊，这吼好朋友呢，小做一下参考，啊，若有随时有任何不清。然后我是感觉讲啊，这种代志就是安尼吼，啊，这无什么，无什么讲之类型吼，这什么这问题足浅的，啊，这问题足好笑的吼，无迄种问题啦吼，啊，咱只要若无清楚，咱就甲问一下，迄不要紧吼，啊，那是会讲笑讲，啊，问题遐简单啊，恁问的呢？迄个应该我那无计较啦，吼，因为任何一项这问题呢，啊，通常拢有伊啊，虽然是很浅的问题，但是你也是要很正认真解回答的时阵吼，啊，有当时啊，伊咪当是一个足深的一个问题吼，你浅问我还可以深答吼，啊，你呢，这个有当时啊，这种就是安尼吼，啊，要去了解一个，有当时啊，也没有那么容易的吼。啊，所以咱啊先简单啊，讲到这，你随时闹什么款这個问题，唔免客气吼。啊，用任何解决方法，来当含咱呢啊共同来探讨吼，这个啊平台是属于咱所有解决好朋友啊。好，来63386016338600，这是咱现场扣音专线，欢迎咱的乡亲吼多加利用哦。不清楚、不了解，就是下晡时间，当然爱给固定间吼，透早4点至6点，上午8点至10点，这是咱的重播时间。朋友若是听了不清楚，会当讲吼，收听一解。来看一下小胖的问题吼，小胖问阿宝老师，一碗叶辣椒吼已经开始修行，但是这两天吼有浸着水，爱安怎处理？哦，这个浸水哈、哦，可能首先咱啊，伫这个辣椒的这部分呢，第一个哈、哦，就是讲时间也无真长啦吼，因为啊，任何一项作物吼、哦，浸的这个时间呐，伤过头长呢，其实安怎处理也拢无啥好哈、哦。除非像伊唔惊水，啊，无多数咱这种拢会去拄着，所以咱一般来讲，像这扎。着拄着水呢，一个足重要，这个所在就是疫病吼，疫病呢，咱一定爱家处理要做控制好势，所以啊，咱即卖来解这个罐头，是要用伊得利，还是要用普巴克、亚托明吼啊？这个啊，有诶人讲，要用百克明，唔免吼，免百克明呢，你留咧抓药品，这个伊诶碳酸还是虾米款啊？你来抓这个百克明，这样不啊无意见啊？但是罐头这部分，这个、医生性，你得爱用这个亚托明吼。
啊，所以就是在这伊德利、吼、这普巴克、哦、啊，这个啊亚托明、达美芬，其实我那也是吼。啊，伫这内底呢，通常我拢会改加一点啊，这个吼、哦，就是有一个习惯吼，就讲啊，去改用一点啊，类似像这个啊，麦达勒之类的这些物件。为什么要用这些物件？因为这个吼、哦，伊对伊。即个移行性吼，足好吼，就讲伊维持伊啊，即种诶一个即个移行性吼，所以啊，有当时啊，咱诶是会用即款诶一个即个做法啦吼，啊，但是伊后呢，无一定爱用这啦吼，啊，反正你就是讲，因为伊温度遐低嘛，诶，温度无遐悬吼，所以即个疫病呢，其实是较好控制吼，所以啊，亚托明吼、达美芬吼，即毋是叫你中用吼，即其中一项就好啊吼。啊，那是正经阁无法多吼，亚多明，啊是讲达美芬，啊是曼普安，这个要阁一旦袂调的时阵，你会当用什么物件？佛比巴克哈，啊，西藏点除头安尼吼，这是原来有一定的一个这个效果的。我是感觉讲爱管哦，啊管你会当用这个，比如讲你那是按上效应要怎，啊是讲你。先罐头，先罐头，你就用达美芬、加美达乐，哈、哦，啊，这大概是安尼来做一个这个使用，然后就讲啊，基本上安尼起来，伊迄个疫病得这一条，但是啊，除了以外，咱啊，重新哦，迄个身强体壮，好、哦，帮我注意咱的建议。依然啦，吼，讲啊，咱尽量用这个，我哋讲米泉那里改，啊，这种都唔是什么，啊，这个反正这个米泉的这个龙光节用，伊的就来都有咧，红的讲法，吼，这咱大概弄个好比用强调，吼，所以这是做来土方法，吼，这啊。当经验看嘛者，但是我感觉讲这个用效果真正袂歹吼，我个人的看法啦吼。啊，你当加出来吼，加这维他命 B 那个也没有很多不到。啊，一般来讲就是讲咱人咧食的这种，这个有三十米骨那么济吼，这大概当用到十二粒啦吼，就是讲你啊用我开啊用十二粒啊，这基本上这个效果上还不错哦，你也当安尼来用哈。啊，这个有呢，就是讲会当安尼来做啦，吼，这有一个这个啊，这个用法吼，这提供给你会当小了解一下吼。啊，但是就是讲，那是肚里有较胆小寡，咱啊，因为 B 群是防止伊的这个有过度氧化，咱可以当加灌一寡天然细胞分裂素哈，啊，这个深海绿藻去萃取的这个物件吼，啊，改染做会管，所以就是啊，这个物件吼，深海绿藻这些藻啊，这种吼，这个绿藻素这个物件，啊，然后一大维他命 B， 啊，加灌一寡疫病的药啊，啊，这三项做会用，吼，反正要管，啊，你做会改头附近改点点的吼。啊，未出去进前，啊是讲无介严重，就先把这个疫病甲处理好势，因为这个疫病吼，有诶讲叫做症肌腐啦，即大陆诶即讲法吼，啊，因叫做症肌腐吼，颈部诶一个即、這个啊，即、這个肌腐病吼，即、這个啊，会当即种物件吼，即是安尼吼，即、這个有可能就是还是疫病那一类的哦，所以咱一般来讲，拢爱甲即个部分诶，甲控制好势吼，因为即、這個、你若是即阵无介严重诶时阵无去注意吼，即卖来较烧热起来吼。一开始准啊，伊足紧的哦，哦，他很快哦，很快呢，他就会一直死下去哦，也会死给你看哈、哦、啊，这种物件，这通常其实就是疫病，好、哦，这应该是含疫病呢，是东西啊，赶快呢，只是讲底下张开呀，也破皮，啊，然后啊，筋呢就好像就给他有一点点哈、哦、啊，这个肌肤变成黑褐色啊，水肥吃不上去哩哈、哦，啊，这脏呢的一点啊，一直软弱下去啊，你哈，这慢慢啊的怎啊？啊，开始哦，这大概是有这款啊。这一般是仔也较严重，但是对辣椒来讲呢，啊，其实还是会哈、哦。所以这啊有这款啊，这目前所了解到的就是讲这种病吼、哦，有疫病的病菌嘛，有这利库斯和菌来 cotonia 这种啊，这种这个菌吼、哦，就大概这两种的时阵哈、哦。啊，那是讲拄到咱辣椒开始。啊，咧成长吼，迄阵开始咧慢啊吼，啊，然后温度佫有变化，啊，那个拄到迄个绵绵细雨的时阵，迄阵就钓到吼，所以即阵一定爱甲控制好，袂使互夹起来吼。简单讲是安尼吼，即一定爱排水。
啊，甲伊创个好势安尼吼，啊，即基础个即个所在呢，咱小甲伊啊，不甲伊保持又好吼，即那是讲会当安尼来做一个处理啊，我相信会较有保险吼、哦，比较保险一点点吼，无、哦、迄辣椒你也看到伊一丛一丛咧死吼，好听起来呢啊，就一颗一颗还是一直走下去吼，即、哦、有可能是即经营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即一定爱小来甲即了解着吼、哦，啊，即种即个真菌性个即个病害吼。哦咱其实是啊，有防治拢有这个，个别讲无效啦吼，不会说没有效吼。尤其最主要拢会发生伫啥物时阵，伫开花结果吼，营养伊拄开始可能你也无啥去插伊，但是讲佮拄着即马落雨啊，你即马佮咧办啊，你一定爱细致哦，这一定爱细致吼啊，安尼小改伊即个。啊，做一即个处理，啊，甲处理又好势，我相信啊，即种呢，足紧吼，足紧呢，就会当甲控制掉咧吼。啊，袂使讲干呐灌一遍吼，即马你后盖咧转即个药啊，内底一定爱注意疫病的药啊，啊，然后啊，樟头伊只遐拢爱甲除者除者，你若无灌头，你变做就是爱除樟头吼，樟头只只只，啊，你甲除者除者安尼，啊，好，迄个基部迄只遐唔通出问题吼，即、哦、啊是咱咧。啊，做的时阵吼，你做这工作的时阵最重要，这所在吼，这你一定爱小心啊。嗯，好，来63386001，最后呢还有一点时间哈，老师，这些阿莹哦，阿龙要问你吼，这油荷包呢无经济开花，敢会当施肥？即嘛是即个愈合包吼，那是讲诶，即站特别开花啊，应该较南部一丝丝啦，即有可能吼啊。即、这个开始吼，就有一点啊，但是我是感觉慢车较叮当啦吼，所以讲咱伫啊，即、这个咧做诶时阵吼，就讲伊开花吼，等到伊那是正经吼啊，即、这个花果咧幼长迄个时阵吼，迄、那个时阵咧较耐用啊。若无你即阵要施肥吼，你一定爱注意，就是氮钾比。氮一定要压低，钾要高哦。这啊，多数是这个做法哦。所以啊，伫这种吼、哦，咱诶，这个在做的时阵咧，做这个工课吼、哦，一定要小心吼、哦。啊，我是建议讲啊，卖赶紧吼，你尽量这个时阵可能啦，是使卖先甲施肥吼。啊，等到伊这个花条较长的时阵呢，啊，咱较来甲伊做一个这个许吼、哦、算。你得肥料吼，啊，要用的时阵开来用吼，这样呢较安全啦吼。啊，那无呢，啊，有当时啊，那是讲迄个比例唔对啦吼，啊，有当时啊，啊，颠倒呢，转好迄个花吼，啊，会有一点点受影响啦吼，所以。啊，一般来讲吼，就是讲咱伫即个药荷包吼咧施肥的时阵呢，啊，多数吼，多数就是讲伊会去控制吼，去控制迄个时间啦吼。啊，所以呢，咱一般吼就是讲，上介好的一个即个施肥时间吼，就讲伫对即个药荷包来讲啦吼，啊，即大概呢，就是伫伊算伊通常吼。通常伫即七月迄个时阵吼，即伊采收刷迄只遐，咱较来施肥吼，采收剪了啊，咱甲施肥啊，互伊扩叶啊，互伊去累积即个啊，即个营养分安尼吼。啊，咱即阵啊来就是，但即阵咧施肥就是伊吐叶出来吼，已经有吐有迄个火花吼，已经有吐出来的时阵。哦，有吐出来了，你要落下来落，较慢一点，还差几工啊，无啥差，哦，所以你莫伤早，因为你伤早哦，因为通常即阵咱咧落的落39啊，是落43，哦，啊，你差不多较慢一点，哦，伊吐较长一点点啊，哦，啊，有个人会较赶紧落，啊，较赶紧落，你落39啊，是较无啥用，紧你啊落43，有可能迄个花会旧去，哦，旧咱。怎大较袂起安尼？啊，叶啊会怎啊较容易吐硬吼？啊，你也较慢一点，等伊花拢幼长啊，啊，你从来落，啊，伊拄啊可以花幼长，安尼无差吼。啊，即马来着，等伊等到伊即个雕果的时阵吼，啊，雕果的时阵呢，咱迄阵搁甲补，迄阵着撒瓜肥啊，吼，43呢，啊，去甲落一撮啊，43吼，啊，搁过一个月，咱搁去甲落一撮啦，安尼吼，搁去甲落一撮啦，即大概伊的一个啊正常的即个施肥的即个时间差不多是安尼啦吼，啊，所以即个时阵卖赶紧吼，互伊着啊。量较长，一束束啊，较来落，吼，有滴啊量出来，卖讲一点点啊，啊，你就甲落，安尼有可能的，因为啊，真济吼，就是讲伊咧量长的时阵吼，啊，伊咧开花时阵有可能会吐红，啊，遐紫红吼，会去影响到伊的这个开花啦，吼，所以这个部分来讲呢，啊，咱可能伫这只只吼。
有一点点啊，一个，因为乃这个玉荷包吼，要种的好势，就是冬天袂使透风嘛吼，一个新梢的一个新房的这个控制这部分呢，一个相当的这重要吼。啊，所以伫这些家咱的管理呢，这一个重要性的所在，就是先爱解控制。啊，即马咱的控制无简单，控制到即马来咧开花啊吼，迄个最后一里路卖解破坏，因为进前有落雨，你即马搁肥落土较淡淡吼，迄肥落有食着，食就是。就这种已经有较低啊，但是伊同款，伊这个又伊拄啊好咧啊咧抽花咧抽花拄咧吐叶啊，你叶啊佫叫吐出来，即阵就无讲盖好吼啊，所以即个伫即个所在呢啊，还是要注意者。啊，即一般来讲哦，融合包伊会开足济吼，啊开足济无一定会掉嘛吼，但是即个时间就是讲。因为开花开济，伊就足容易呢，啊，即、这个很容易吼，足容易去食较济肥，伊会消耗较济即个营养分，所以一般来讲，伫即个肥内底吼，啊，即、这个多数拢是安尼吼，所以通常就是讲，咱大概吼，伫即个许呢，啊，一即个时阵吼，即边肥有个人是无热的吼，你甲看足济人，其实因伫即个时阵拢无啥加热，因拢调过啊吼，调啊，所以到三月、二三月啊，也拢调在啊，啊，伊较去热肥，啊，到差不多过过一个月也是许，也是两个月啊，热一边肥安尼，吼，因热真少吼，其实即、这个，啊，你若是以玉荷包，可能加热一边也是有较无较歹。啊，重要迄边就是讲收沙，咱蒸好啊时阵，咱落肥，伊即个菜收沙，咱是拢蒸甲差不多啊吼。啊，落肥，互伊充分的，互伊家己啊，落一个，互伊食好够安尼，啊，然后伊就较容易吐液，啊，吐液出来呢，伊即个红呢，啊，就会比较成熟吼，算互做一边吐够安尼。安尼寒人就较无容易呢，啊，伫即、這个啊，伫即个许吼去影响着安尼吼，伫个时阵，产量买好吼，买袂大，刚开花买水含即、這个啊冬烧啦，如果个时阵袂使吃吼，冬天就爱控制好势吼，所以你也是拄着即个冬天温。多余吼，即你买肥啊拢无好，对无？反正迄个时间啊，即啊，咱爱着就是讲啊，那是讲伫开花时间温吼，可能温度较低，你来加一挂花吼啊，即个伫即个时内底吼啊，比如讲像去拄着许个用一点点啊，一点点 N A A 也是爱一起爱啦吼，啊是安尼吼，甲网一下啊也。容易掉个啊，有的人会用这個，伊愈底下歹控制，所以一般是较无建议讲啊去用这种物件。这是开花期啦，拄到低温乌阴的时阵啊，咱可能去用这个物件，顶多唔是肥的许吼。啊，有的人是搁较刚。喂？喂？啊，你得对吧？啊，对的。可以，没事，老师继续，好，可能稍微，但现在刚才说的是说，土脚吼，一过这个时阵尽量不要去干涉，但是一开始那大火起来时阵吼，一大火起来时阵，啊，你就当开始，比如讲你用这个熬钙酶这种物件，这个肥料吼，到三千倍安尼吼，一千倍到这个，咱是个用反正就是讲，大概有1000倍到2000倍，薄薄啊，足薄的安尼。啊，咱用四 C， 嘛，这嘛是用四 CPA 啦吼，就是讲用3000倍至5000倍四 CPA， 七缸一盖，啊，这雕刻袂歹吼，这是讲啊，我个人的一个。啊，这个用法，然后因为手边有足侪这四 CPA 啊，提来个用啊，发现呢，因为这种物件，这单位结果的这个许呢，效果上还不错吼啊，所以你无妨你买当安尼来试看吼，等于讲买好伊，啊，等于讲卖赶紧个落肥吼，这个部分呢，唔免真的不急吼啊，有当时啊，这个肥那是控制不好势，尤其迄个氮肥的量呢，如果没有弄得好的话吼。啊，这种呢，有当时啊，颠倒是加自找麻烦的吼，所以啊，这个爱少来改些注意点吼，这大概是安尼这情形，这提供给你做参考了哈。好，来时间的关系，今日两点钟的节目个先暂时进行到这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哪些个疑问有无清楚、无了解这代志，我们就星期一空中见，拜拜。